you 中国的地球形状概念演变，在周必算经中的“方属地，元属天”，“天圆地方”或者《晋书天文志》所言“天圆如张盖，地方如棋局”，都表示了古代中国的天地思想为“天圆地方”。但是，其实古人也曾困惑过：那样一个半球形的天穹，要如何覆盖在一个方形的大地上呢？曾子就曾说过。 天圆而地方，则是视角之不言也。之后，随着时间的演进，古代中国关于地球形体、天地形状的思想，共可分为三家：盖天说、浑天说与宣夜说。宣夜说认为天是没有形状的，而日月星辰则都是浮在空中。成语“杞人忧天”的故事思想就与宣夜说有关哦。而盖天说则是天圆地方的进阶版，天是盖笠。 地法复盘则认为，天和地是两张相互平行、没有相连的曲面。浑天说则是建构出天是一个中空的圆形球体，地则包含在天球之内。这个天有一半曾有水，大地是漂浮其中。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日月星辰则是牵在天球壳上。天球是绕着南北极旋转，星体因而有日夜月年的变化。 同时，在三千年前的西方，古时候希腊人旅行过程中注意到，到达不同地方时，不止气候不一样，天上的星星分布也有所差异，出现了一些以前没见过的星星，因而提出认为地球或许有些弯曲弧度，因为若地球是平坦的，那在任何地方都应该会看到一样的星星才是，而由于地球具有弯曲弧度，才会在不同纬度看到不同的星空分布。 之后，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观察注意到，海上来的船会先看到船围出现，之后才会看到船身，因而也推论出地球表面应该是弯曲的，才会造成这种现象。这段时期，亚里士多德也借由观察月全食的过程，提出落月时是由于地球挡住了阳光所造成。那么，投射在月亮上的圆弧形影子，则指出了地球的形状确实是球形。 到了西元前两百五十年左右，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的馆长厄拉多塞，他注意到夏至正午时，阳光总能直射入阿斯旺地区的深井中，但在同一条经线上的亚历山大城却无此现象。那就也只有地面是弯曲的，才能解释这种情形。他想到，落地面真为球体，那就可以借由数学计算来求取此球体的大小。 首先，先量测亚历山大城太阳斜射偏离天顶的角度，再来计算亚历山大与阿斯旺之间的距离。至此，若七点二度的圆心角对应九百二十五公里的弧长，那整个圆的圆周长是多少呢？利用比例式的概念计算之后，我们可以取得此圆的圆周长为四万六千两百五十公里，而圆的圆周长公式为二派 r。 再进一步计算，即可取得 r 为七千三百六十公里。西元前，厄拉多塞就已计算出地球的半径大小了，而此数值与现在量测的地球大小相比较，只相差了百分之十五。也因此，我们尊称厄拉多塞为地理学之父。 虽然不管东西方的人们早就推测地球是个球体，但直到哥伦布、麦哲伦相继出海航行，完成了绕行地球一周的航海后，才真正证明了地球是个球形。到了西元十七世纪，球形的地球已经是毋庸置疑。但是，地球的形状是正圆球体吗？这在当时引起了讨论。 而牛顿从地球自转对于地球形态所造成的影响来推测，地球外形应该是类似像橘子。这段时期，科学家也注意到，在南美洲的摆钟比在英国时每天还慢了两分半钟。依据钟摆摆动周期的公式，T 等于二拍 g 分之 l 开根号，在摆长不变条件下，周期的变化与重力加速度有关。那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 由于在盖亚纳的摆钟周期比巴黎长，在摆长不变的情形下，代表了盖亚纳的重力加速度数值比巴黎小。又因为重力加速度公式 g 等于 r 平方分之 G M 与地球半径 r 有关，所以在盖亚纳拥有较小的重力加速度数值，暗示了盖亚纳与地心的距离相较于巴黎而言较远。地球应该并非是个正圆球体。 为了确认地球的确切形状以及绘制精准的地图，法国、中国等国家都施行了大地测量。法国科学院派了两组人马，分别到赤道附近与芬兰北部地区，分别测量一纬度的弧长。经过精准的量测后，接发现纬度越高，经线弧长也越长，此一事实，所以地球实际上是个两极稍扁、赤道略鼓的椭圆球体。 也就是地球的形状确实如牛顿所推估的，比较像橘子呢。后续在卡文迪西等人的努力下，进一步算出了地球的质量与密度，并惊人的发现，地球的平均密度是地表岩石密度的两倍。这隐含了什么样的地球秘密呢？这个提问就留待让你想一想吧。其后，十九二十世纪的科技发展。 On October 24, 1946, the V 2 carrying Holliday's special camera roared 65 miles into the New Mexico sky. Never before had human beings seen their world from this height. 我们终于知道, 地球是个赤道半径为六千三百七十八公里、及半径为六千三百五十六公里的椭圆球体，扁平程度若以扁平率来估算，则数值约仅为两百九十八分之一。从宇宙看，地球还是很圆的。现在我们有很多卫星在太空运行，量测地球的各个面相，其中包含了地球的形状。这张由卫星所量测获得的大地水准面图。 则是由重力的角度所描绘出来的地球形状，为什么与地表地形变化存在明显的差异呢？这是因为重力所描绘出来的地球形状受地球内部物质的实际分布所影响，所以从重力等位面的角度来看，地球透露了更多关于地球内部的秘密。除去地球表面的大气、海水运动以及日月引力等等因素的影响。 那么，此时海水面覆盖地球的形状就是大地水准面了。大地水准面是重力等位面，重力作用的方向是垂直于此面。你知道吗？如果有一条水管是完全沿着大地水准面在安置的话，那水管里面的水将不会流动哦，神奇吧？而真实地表地形与大地水准面之间的高度差异，其实就约略是一般我们所讲的海拔高度概念。历经了两三千年。 我们终于揭晓了地球的样貌，但是在这地表上存在了多样的地形变化。山脉是从何而来的呢？而地球的年龄又是几岁呢？地底之下又是由哪些物质所组成的呢？而这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